因为这个江南宾馆是在外科楼的一楼，对应的二楼就是 ICU 的一个病房，像 ICU 陪护家属比较多嘛，而且他那个病一般都比较危重，就是一般家属都离不开，时刻需要在那陪着。因为大家之前都是在走廊上，要么就是铺一个席子，就是席地而坐，造成那个走廊啊，包括过道啊都比较拥挤。一方面他们心情也比较焦灼，另一方面他如果休息不好，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也不太好。然后到那住了之后，最起码他晚上能睡个好觉，没有电视啊，还有那个柜子都是上锁的，可以方便他们放东西。上面如果病人自己的病人有什么危重情况的话，然后那个医护人员直接能给下面相当于那种叫号，就一个患者对应一个家属，一个陪护，然后。只要是他们的家人，就是患者，他患者家属、护人员给他们开这个陪护卡，然后他们都可以到一楼，免费领取这个。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